家早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沙弥利要略真注》旁边的页码。第五页第二面。第五页第二面，这个页码在旁边啊，它这个页数啦 啊一个页码就有两面，在第五第二面啊，我们从第五行当中看起，第五页第二面第五行当中，从这个一。修观二直指，今年参者是直指禅，即直指人心，见性存佛也。啊，昨天我们讲到这一段，啊，那么这里弘赞律师，后面听得到？有没有听到？可以。这样不用麦克风才可以。法门无量啊，法门无量，要而因之啊，为而啊。啊，我们一般讲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这个法门呢、啊，一展开呢，啊，是无量无边，非常多。但是呢，举出它主要的来讲啊，就是把它归纳起来来讲。要而言之，啊，要就是最重要、最主要。而我们来跟他讲，啊，唯有二，可以归纳呢两大类，啊，一个是修观，一个是直指。那么这个修观呢，又叫教下；这个直指啊，叫宗门。那么现在呢，大家听老上讲《华严经》啊，昨天也请问过大家了啊，大家听了《华严》呐，在修什么呢？五指六观，望尽还连观。现在老上讲的这个单元呢，叫望尽还连。华严的放尽还原，那么华严经讲五祖六观，天台讲三指三观，啊，唯识学讲五重唯识观，大乘小乘呢，那么我们净土中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都离不开这个观，这个观，教下修观。这个观呢、啊，它有观察、观照啊，这个意思，懂吗？一般讲啊，就是观念啊，修正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啊、一些偏差错误的观念。那么教下呢，它这个修观，它有次第、有言顿啊，比如说天台中有次第三观、一心三观。一心三观的空假中同时，那次第三观就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修，那么众生的根器不一样，所以佛的教学呢，它没有一定，它不像这个佛法的教学啊，不像世间那个学校上课一样，大家都一样，都是一样的功课啊。那佛教学是什么呢？叫应机说法。佛法的教学叫应机说法，就因应众生各种不同的程度，
好，然后呢？哦，根据他现前的程度来缴，那每一个人的根气程度都不一样，烦恼习气啦，各方面的很多差别啊，所以呢，就是必须应急说法。但是呢，总不出这两大类，讲的再多呢，总不出这两大，一个修观，一个知识。那我们现在老上讲的这个就是妄尽还言啊，就是讲华严啊，观法修学的观法。那么妄尽了，也就还言了。我修这个观呢、啊，这个观，你只要观到这个妄尽了，你就还言了。你不要怎么去还眼，你只要观望见，那么自然就还眼了，就还到你本来的源头，本来的面目。那么第二个是执着，因为修观呢，它有一些方便啊，因为我们众生无始劫以来啊，都落在这个分别执着，落在这个意识心。我们起心动念、思维想象，都是心力识的作用。那么心力识的作用呢，是无明，无明就是你对于呢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见不到，被这个无明啊障碍住、盖住。但是呢，修观它有个方便法，这个是教下讲，那么层次很多，种类也非常。如果圆顿的啊，他可以修圆顿的方法；渐次的根性啊，他可以修渐次的方法，慢慢在提升。这个教下就是按照一般的教科书，有经典的。那么经典也很多啊，从小乘、大乘到一乘啊，还有密宗的啊，他的修法啊，密宗他也是讲观、啊、这个。手结印、口持咒、意作观，所有法门啊，离不开这个观。那么这个观啊，这个差别就非常的多了，就包括我们修学净土的十六观经，也离不开这个观，离不开这个观。那我们现在用的持名念佛呢，是出在十六观经的。第十六观持名念佛，佛说观一样说，还是离不开这个观。那么这个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特别强调这个观。现在学佛的人啊，不懂做观，所以呢，修到最后呢，他就枯燥无味，枯燥无味呢，他就没兴趣再学下去，就是不懂这个原理，不懂这个原理。因为这个从唐朝以后啊，这个修观啊，慢慢的除了禅宗还有讲求这个，其他宗派都比较少讲。那比较少讲呢，你没有这个观啊，观位啊，他修的没味道。那么没味道呢，他当然很容易就退去，他没兴趣，兴趣提不起。不知道大家有兴趣吗？大家觉得如果很有兴趣呢，保证你们不会打瞌睡啊。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呢，看到大家在睡觉，就知道了现在提不起兴趣，在讲什么听不懂啊。那不懂呢，就是你起不了关，那起不了这关呢，那不睡觉干什么呢？就大家来好好睡一觉啊，精神会比较好啊。你懂得这个观啊，你就不会睡觉。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我常常在去思考这个问题。弥陀经明明讲若一日到若清就一心不乱，你现在打了几百个佛七怎么还心这么乱啊？我常常去追究这个问题。那经典上讲的一定有它的道理在，
那我们怎么样达到这样的一个预期目标？是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常常去思考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呢、听说要修呢，他也很用功。我不能说他不用功，但是用功到一个阶段，他遇到一个瓶颈了。那个瓶颈就是那个瓶子有没有？那个井啊，就是像脖子啊，这个井啊，小小的，里面大大的，或下面大大的，那到上面叫小小的，对不对？那卡在那个地方啊，叫瓶颈。那卡在那个地方呢，你就不能突破。我们修学常常会有这样的一切，不相信大家试试，你会遇到瓶颈。那么你遇到瓶颈啊，你要靠这个修观来突破，不然呢、你修不下去，你就修不下去，你就不能进步了。那不进则退，不会说我停在这边，我也不进，我也没退，不进就退了。所以你要精进，要不断的提升。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一个原理，不管你修学什么法门都一样。所以现在呢，你要说讲到这个佛门啊，这个戒定慧三行，要讲我们世间法，这个《弟子规》、《太上感应篇》那佛门的十善业道，你也要懂得这个。你不懂得这个呢，《弟子规》会背的人很多啊。但是要怎么做呢？那做了你要得到他的华喜，有华问，他才生欢喜，他得到这个效果。那怎么得到这个效果呢？他还是离不开这个观，观者离不开这个原则所以这个都是有相关的。你要懂得修观，你不懂得修观、你就不能进步。我们简单讲就是不会进步不会进步呢，你学的就没兴趣学到最后枯燥无味。那么念佛的人呢、我也经验过很多大家呢长期念佛念到一个阶段呢，他就遇到一个瓶颈，他就不能突破，他不能突破，他就退了。像以前早期在新加坡，这个24小时开放念佛，一开始人很多，大家呢，来念的法喜充满。那么老和尚呢，在新加坡一鼓励那么大家呢，又很多人喜欢来念那老和尚一离开新加坡呢，就怎么样呢？人就少了那有些地方就几乎没人去。那大家知道这个原因是在哪里？为什么老和尚在的时候呢，大家就练得会比较兴趣，老和尚走了就没兴趣？还是这个？因为老和尚在那边呢讲经说法，给大家鼓励那给大家提醒这个作用在，大家就是这样。老和尚一走了，没有人提醒，那么他练的功夫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层次，他就退出。他练到最后，他念不下去，或者呢，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事情，大家想是不是这样不要说在家，我们出家是一样，出家人还是离不开现实生活。那你现实生活问题很多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状况，家庭的、社会的、公司的，跟你相处的这些朋友，家亲眷属，
问题不先稍问，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你还能念佛吗？啊，以前我在台湾呐、打佛七呀、他们说要我在佛七当中讲台词，我说诸位同修，我们台湾以前开那个支票有那个跑三点半，大陆可能没有。那个三点半的意思就怎么样？只要你开这个支票今天要给人家兑现，但是支票开出去，他那个户头没钱，你知道？那没钱呢？你到今天三点半以前你这个钱，比如说你开10万给人家，你这个要找10万块把它汇进去，不然你那个就跳票。说你如果现在为了这笔钱这个三点半，今天三点半10万块没有来不知道从哪里来你还能坐在这里如如不动的念佛吗？恐怕不是在念阿弥陀佛了，在念那个10万块从哪里来，是不是啊？那不是在念佛了，是在念那个钱了，是不是这样？我这样一讲大家就觉得有道理哦。好，那么说好，那现在这个你家隔壁火灾啦那你听到这个消息，你还能坐在这里念？恐怕纵然勉强坐在那边念阿弥陀佛，心里在想，我家的房子不晓得有没有受到波及，是在念那个事情。是不是所以念佛你要懂得在我们生活当中修观，你遇到这些各种事情来的时候，你怎么去化解跟排除，你心才定得下来不然这样仅仅阿弥陀这样念，那谁不会呢？大家都会所以16观还是要观你念佛离不开生活念佛离不开生活这个我们学习一个法门，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佛法的教学，它不是叫你离开你现实生活，它不是这样，而是教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怎么去修行，怎么去解决问题，是教我们去解决问题的，不是教你去逃避现实的，不是的。你逃得了吗？逃不了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修观很重要那么印光祖师为什么一生提倡太上感应天安世全书圆满事情离不开这个印光祖师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他是念佛的专家难道他不会叫你多设六根见念相继吗？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你去念看看，看你开不开我去年在马来西亚古晋净宗学会那个前会长赖会长他就我每一次去古晋他都要请我吃火锅，夏天的，因为马来西亚一年无夏，夏天就是吃火锅，因为它没有冬天嘛，那只有夏天也是一样，春夏秋冬都是吃火锅。我说你来台湾来冬天或者来大陆，来那边吃火锅，跟你这边夏天吃火锅的味道不一样。所以去年他们组团了，我说你组团他招待我他真的就是组团来大陆玩，他都招待我这个机票费跟吃住。我说带你们去玩，我说你跟我我会找一些好玩的地方来跟你去他们想到
玩了、啊，说我要跟他们去，他们就哦很有兴趣。那今年我就不能带他们，今年明年都不能带他们。那么他就给我讲，他悟道法师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说这个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他说我现在是什么相继，你知道吗？是什么相继？他我现在是烦恼相继啊。我说，哎，你讲的有道理哦。嘿，我现在是烦恼相继啊。看到一些事情不如意，他就发脾气，他就生气。他说：“我现在是烦恼相继啊，不是净念相继啊。”我说：“你讲的话一点都没错。啊，现在念佛人呢，不是净念相继，而是烦恼相继。那他怎么心会开呢？那心开不了。那为什么会烦恼相继？不管心的。啊，所以念佛当中啊，你还得要有这个观慧在。”如果没有这个光慧呢，那我何必讲经说法？大家想一想，大家也不要怕麻烦，也不能怕麻烦，你就是要学习 啊。如果这样一句佛号，或者是叫你去参个禅，你这样就可以了，那佛就不用那么麻烦了。他讲了49年干什么？不需要了，就带大家打个佛七，都各个成佛。有那么简单吗？大家想一想，有那么简单吗？我们在世间上，你要赚几个钱，你都要多修。这个还不是了生死。啊，所以去年在澳洲净宗学院啊，这个昆士兰大学有几个学生上去，中国留学生上去，然后他们去听我讲课。哎呀，难得啊，山上有人来，就给大家讲。我说你们念书要念几年？念4年。那么我就指出啊，我说你们念4年得到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文凭，昆士兰大学毕业证书嘛。那么你要念个硕士还要再2年，啊，念个博士至少要2年。有的念了10几年了，那个博士学位都还没有拿到。我说给你拿到博士学位了，你当个教授，那也不过在学校领个薪水，你要花多长的时间在上？那个还不能了生死哦。啊，那只是世间你可以得到一个名利，啊，你是有名的，哎，我是某某大学的教授，这个名有了，哎，那。每个月有薪水可以拿，这个利有了，也不过是这样吧。那你就要念几年？那么我们在社会上，你要赚个钱，你一天到晚工作8个小时，赚几个钱？你都很认真工作，人家才要请你。啊，那像邻居是在福清开素食店，你看，也是工作很多，是不是啊？事情很多，那我们世间的经营这些事业呢，我们要赚一点钱呢，都要这么辛苦。你现在要做佛，哪有坐在那里轻轻松松的这样就成佛了？如果有这样的，赶快告诉我，我也要去，是不是啊？哎呀，你不付出一点代价，那怎么可以呢？我是没有福报。后面来跟老和尚学的人呢，是后来居上，后面来的人福报比我们前面的人大。比我们前面的要大。啊，我出家的时候什么都要干的，什么都要干的。啊，扫厕所啦，男众女众那个小便都要用手去搓的。你要煮饭啊，什么事情都要干。所以老和尚说，出家什么都要干，难道要学讲经？没那么好啊。还有像现在啊，在新加坡办培训班，在这里办华严班那么舒服啊，还有冷气吹，门都没有。那韩馆长啊，一天到晚，包括学法器啊，就压力很大，都被骂来骂去的。
真的是被骂来骂去的。那骂来骂去呢，我们没有被骂走，这样就是硬着头皮这样留下来，所以很苦啊。啊，为了修道很苦，所以没那么好玩。所以现在后面来的福报就很大，也很殊胜，就非常难得。那么我们在这个苦当中啊，在障碍当中啊，也常常会激发我们的一个思路出来啊。你遇到问题了，遇到障碍，哎，你会去想，哎，为什么不去？所以这个累积这个经验看多了啊，然后再回头过来看这个经典著书，你才知道啊，原来这个是在讲什么。如果你没有累积这个生活上的经验，你佛法入不了，离开我们现实生活就没有佛法。佛法讲的就是我们现实生活，要帮助你解决现实生活种种的困难和问题。你离开现实生活，你学什么佛？你就没有佛法。所以在我们现实生活这个世间法里面呢，你觉悟了，这叫佛法。所以这个修啊，它是点点滴滴，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就像现在我们修个《弟子规》呢，你不懂得这些修观，你不懂得这个，你《弟子规》都没办法修。不相信你试看看，你怎么修呢？修的都不像。很多人去学《弟子规》，但是学的效果还是有限。为什么有限呢？不懂得修观，观就是要去观察。观察包括我们课本、我们现实的人事物。那么我跟蔡老师的接触，我也都在观察，观察什么呢？看他的一举一动，这个细微的地方你都要观察，你才知道怎么学。啊，比如说开个门，这个以前呢、我也是被磨出来的，不然我也是粗心大意。以前跟老和尚打扫房间呢、我那个水桶啊，就摆错地方就不行了，就挨骂的。摆在一个不占地方的、看得最舒服的地方，不可以你随便一摆。啊，那个门窗啊，你没有关好，啊，我要关起来，他说不可以。刚才这个谁开的？叫那一个人来。要观啊，观就是看，观察。那老上说修人度，那我真看到了，我真的观了、不是我闻了、在看了，就在我眼前。那什么叫人度？啊，不是这样练一练你就人度了，你什么叫人度你都搞不懂。你看到这个经本，你要拿来现实生活看，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你这样修才有用。不然书本是书本，那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那两码事，那不相干。你学了就不得受用。我们是学以致用，学了呢用不上。啊，所以你要去观察。你看蔡老师他，你要学这个小地方，他的小地方，小地方呢，我听蔡老师讲课，我也很认真听哦。他说小事情都做不好，那怎么能做大事情？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你那个一点点小事情你都做不好了，我能做大事，那个小事做不好，太可怕。你小事都做不好，你还能做什么大事？还能担当什么重责大任呢？所以呢，做大事的人要胆大心细。啊，所以呢，你看呐、他这个修啊，我也是很佩服。
在一个小节的地方，那是小动作的地方，他能够这样自我去要求，这个在现在年轻人当中也很好啊，我都自叹不如，所以我说我向你学习啊，这是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你看关一个门，比如说你在里面，你前面这个门呢、啊，特别我们上洗手间什么门的，后面有人要进来了，你就要注意一下，注意一下。这个洋人啊，做得比我们好，所以我到澳洲啊，去跟那个洋人啊学那个进厕所。那个洋人啊，看到我要进去呢，连他就先按那个门，让我进去，他才放手。先按着，不然那个门自动，他一放就弹上来，那我进去就碰到。那个洋人就按着让我进去，我就赶快给他说 thank you， 给他说谢谢。所以我跟洋人呢就学这个，来给人家按一下，像这个小地方就行。这个就是什么观，你要懂得去观。所以有几位同学大家要到中心去学习，你要从他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啊，言谈举止去观，那么你才能学到东西。所以这个观啊，它包含的道理。好，那么我们学习呢，总是学了要有用，不然你像现在学校呢学了一堆，啊到社会上呢用不上，啊学了都白学了，浪费时间。所以学以致用。那么第二类呢叫直指，我们看这个文啊，今年参者是直指禅，即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啊，这个文里面，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这个五下专精戒律，那么戒律呢？通达啊，能够受持啊，那么才能听教参禅。听教就修观教下。那么你要听教还是参禅，你自己去选择啊。这个是两个方法啊。那么参，这个参字啊，叫参就。这个参究跟研究差别就是，这个研究呢用心意识，用我们的意识心的思维想象研究。那参究呢，它就不准你用心意识，直接呢叫你去参。那个中文里面有参话头。那么讲一句话头呢，那个没头没尾的也没什么意思啊。那么你这句话头啊，就像我们念佛一样，你常常提起这个话。那么他这个参，就是要让你提起疑求，你要去想不对，你不想又不对。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就会提起一个疑求。就是要参透那个疑求，那个参透了你就明心见性，这个是最快的最直接的。但是呢要这种根性的人，那么他参很快他成就，因为他直指就是直接的拐弯抹角的。那么其他修观了，那有直接的有拐弯抹角的，这个就很多了。但是直指他就是不跟你讲那么多了，直接指出你的本性啊。所以以前这个禅门里面啊，你去参究，大家去参禅。那么参禅啊，
这个禅师啊，大部分都会出一个问题，出一个问题，啊，问题我们很自然的反应，会回答。啊，你要回答呢，你嘴巴还没有张开呢，那个相反就下去，那不敢讲了。他不敢讲，就坐在那里呆呆的，那干脆就不要讲，他不要讲也不行，再一个相反下去，他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不讲也不对，不讲也不对，他就是要逼你，这个当中提一提求，然后根性成熟的艺人，他当下他就悟，他用这个方法来参，不准你用心意识。你想哎怎么样？想一想啊、再回答，落在心底时，落在妄想，落在妄想。啊，我干脆不要想、啊，不要回答就没错了。然后落在无明，无明说你没有落在妄想，落在无明，无明什么都不知道啊，不明了啊，叫无明。那不是落在无明，就是落在妄想，总是落在一边。这两边都不准你落，所以讲回答也打，不回答也打，打到最后呢，你就不入了，用这个方法。我在1998年呐、啊，九华山佛学院刚入寺啊，请我去主持啊，他一个人都发一支香，啊，维诺一支，行香的一支，那我也发到一支了。我也发到一支香，但是那一支香本我都没有去打，我想要打别人先打自己。相反，那个禅门那个相反是这个作用，一方面是警惕，一方面是要你参执着。但是呢，除非你是像六祖那种根器，不然呢，实在讲啊，你要具备这个参的条件，你还得要教下的基础。这个参就像画龙点睛一样，你一条龙画好了，剩下两个眼睛点下去，那一条龙就不会上去了，叫画龙点睛。那现在呢，那一条龙都没有画，你再点两个眼睛在那边很没用，那也是挥不上去的。这个我们平常听经习教啊，是佛讲了49年，佛传给迦叶尊者那个啊，这个莲花微笑里面，那个是快入涅槃之前的事情，他讲经已经讲了49年。那到最后呢，传教给阿兰，传心给迦叶。那我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来一个莲花微笑？可能大家都笑不出来。为什么呢？他没有这些基础 啊，所以你参说真的，你要直直的、啊，你在教下还得要有一些基础啊，你才懂得他是在参什么。不然相反拿来了，我们来打看看，但又被开悟，恐怕打死的都还是不悟，因为你不懂啊，不懂它的作用。在台湾啊，以前还有一个法师啊，我听老和尚讲的，他说，我要打相反不容易啊，人家不随便打，都要包红包的，啊，说打相反会消业障，所以很多居士呢。都包红包去供养那个法师，就求法师给他打一下，然后他业障就消了。但是呢，现在的人呢、啊，你弄这些呢，也有很多人相信，不相信在金刚寺的这些初一十五都善男信女来拜拜。如果我们搞一些花招啊，可能也有很多人会相信，那个都变成迷信。所以你一定要有那个教下这个经典的基础，还有。再来参这个执着，你才啊有可能会参悟，你才知道了它这个作用在哪里，它要怎么参，
看他的理论要放，直接呢指出你的本性。那么我们这个自信的东西呀、啊，我们八四五十一心所、啊，这个第六意识心呢、啊，言不到，言不到就是你想象不出来。所谓言理道断，心行住灭，啊，你的言理、你的议论都达不到，都达不到，因为我们的意识心呢、啊，可以说可以想的很多很广。但是就是你怎么想都想不到自信，都言不到自信，你没有办法想。所以你要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不能用想。你用想的，你怎么想啊？想的无量劫还是见不到。所以他用参就是离心意识就见到了。那么教下修观呢，他还是到最后还是叫你离心的时候，不过这个教下他有一些前方便，先让你用意识心去思维，然后慢慢再给你提升。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啊，上中下三根的人都可以学，但是这个中门啊，就要看你也要具备参的条件，不是什么人啊，他去都可以参。现在的人光一个禅的一些常识，那个名词怎么解释，他都搞不懂。我在外面还有很多有出家人的，年轻出家人，我名片一人，他叫什么禅师？我说不好意思问他这个禅，你就光就这个字来解释看看，他都搞不懂。他也叫禅师，我们也不好意思去讲。这些呢，我们必须要明白，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法门啊，这么多呢，两个最主要的修观的知识，那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我们明心见性啊，见到自己的本性，这个八万四千法门都相同的一个目标。那么现在呢？好，我们要修观啊，要修直指，这个看个人的根器。那我们这个课本的主题呀、啊，是告诉我们、啊、这个戒定慧三学啊，这个修学的次第啊，不可以劣等的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这个今年参者是直指禅，即直指人心见性存佛。其实呢，修观还是要见性存佛啊。直指修观呢、啊，最终目的都是要见性存佛。那么这个是所有法门啊，最终的一个目标。我们接着看下面，支持云：持诵力至比丘。五下以前专精立故，若达持幻犯比丘事，然后乃学习经论，今越次而学，行迹思绪，入道无由，大圣科泽终归徒耳。今时才沾戒，便乃听教参禅，唯身行仪一无所晓，况复清灵戒简。回子提尼，贬学历为小圣，呼持戒为直相，未穷圣职，错解真圣，且戒必可清，汝何登坛而受？力必可毁，汝何消法染衣？是则清戒全是自清，毁力凡尘自毁，忘情易习，自道难闻。拔除超群，万中无一，请降圣训，能无重复。那么到这一段呢，是主要给我们讲这个戒律的这一门功课啊，
是我们首当要先学习的。在支持句里面有讲到举出十诵力，十诵力，十诵力昨天有跟大家讲过了，这个四分力其中的一部分。这个十诵力有这佛有这个制，这个制就是规定，佛呢制定的。比丘，这个出家受了比丘戒，那么五夏，就是五年了，五个夏天了，就我们一般讲五年学戒，专精律部，若达慈范，这个达就是通达，这个专精戒律啊这一部分，如果通达呢，开遮慈范。半比丘士，这个比丘士啊，真正能够去落实啊，能够去持这个比丘戒了，然后乃学习经论，这个然后啊，乃就是才可以啊，才可以学习经论，这是修学的次第啊，它的程序。今越世而学呢，行迹失许，入道无由。大圣呵责周回图。越世就是超越这个次序啊，一开始啊就学经学论啊，我们现在大部分呢在佛门呢都是这样的现象。因此老和尚现在呢特别提倡这个四个根。出家众还要再加上这个沙弥律，这个《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沙弥律这四个根。那么这是老和尚晚年呢、他特别强调的。在早年呢，讲经的时候有提到，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认真呢、去推行。因为我听经听了39年。早期没有，我刚出家第二年到图书馆，那么请问老和尚这个戒律，就被他老人家呵斥了一顿，因为我一出家呢，他就叫我去跟日常法师学戒律，日常法师的戒律很精严，那我一出家呢，就是去给日常法师改一些在家的坏毛病、坏习气，那跟了1年5个多月啊，狠狠的被改过来。我在家的时候喜欢吃肉，出家前一天还吃，抽烟啊，抽了10年，当兵的时候还没有抽了，退伍在社会上工作，24岁抽到34岁，抽了10年，抽了这个指头都黄黄的。胃部都不好，那第二天剃头就烟也不能抽了，肉也不能吃了，而且呢过午不食，那每一天呢都是吃一个大锅菜，用水煮，不准煎，不准炒，不准炸，实在是很健康。我们365天天天吃大锅菜，所以现在我可以煮一锅大锅菜来供。我们都要轮煮饭。那么这个跟这个日常老师学这个戒律 也有帮助，改变一些社会啊不好的一些习惯。那么学经这个经论，现在一开始呢就学这个经论。那么早期老和尚他没有特别强调，没有很强调那么这个讲经说法，这个我们大家听得很喜欢，但是到了晚年呢，他特别强调也是不无道理，因为讲经讲了这么久，但是成就的人是没有。
那么他就找到这个原因了，去寻找这个原因，就是你没有这个戒邪的基础，戒邪的基础不稳固。所以早年我出家第二年到图书馆，要改变一个环境。那么请问老和尚戒律，因为他叫我去跟日常法师学戒律，被呵斥了一顿。他说现在人谁懂得戒，如果你真要学戒，我送你到美国去跟一个妙见法师学。所以我后来我就不敢再问，不敢再问。所以早年他没有特别强调，那是到最近这几年特别强，这几年啊，如果早在我出家那一年，24年前就提倡这个，那我们现在修学这个基础应该就稳固。但是我是也是在这一方面比较缺乏，自己修学上是一无所成，所以回头了再来看看，还是这里讲。你一开始呢就学这些经论，啊，结缘呢是可以，但是如果你在这一生当中要达到经典所讲的这个效果，达到预期的目标呢，达不到。所以后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落一日到落七日会一心不乱？实在讲啊，练七天一心不乱的是根气最差的。那才要练七天，上根的一天他就不忘，中根呢三四天，下根六七天。所以我们念了弥陀经呢，我去思考这个问题啊，还是没有这个戒邪的基础。因此啊，印光祖师他用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贤书来代替戒。你有这三本书的基础，你真的打个佛七，你就一心不乱。我们看看，那真的没错啊，经上讲的没错。只是我们没有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那个标准进一步去理解，觉得我现在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不知道他的条件。那如果你说有了凡四训，像演了凡这样的基础来念个佛七，那他怎么会一心不乱达不到？可能达，一定达到。我们现代人就是没有这个基础啊！如果你有了凡四训感应篇的基础，他保证你一个七天就够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经啊，你一定要知道它。这样的修学，它前面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么你才能达到这个预期的目标。如果你不具备这些条件呢，那么你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不要说达一个七了，100个七、1000个七都达不到。这个我们一定要，所以这个特别强调这个界限。好，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看了很容易就明白了啊，这个你这个秩序啊不能颠倒啊，不能超越啊，那么我们学习才会有成就啊，如果不这样学呢，入道无缘，大圣何足？那么这个我们学习啊，这一生呢得不到成就，像我这样，就一无所成。所以呢，我这个是一个失败的经验，失败，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是有失败呢，才知道啊，要怎么学习才是正确。所以这个唯身行矣，一无所晓啊，行矣就是我们整个生活行为愚昧，都不知道。光剃个光头，那一个出家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行仪啊？都完全不懂。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又何况啊，亲临戒禁，对这个戒律啊，轻视，啊，毁谤，啊，那个贬学历为小圣，呼持戒为直下，这个弊病啊，都产生了。啊，所以为求圣旨啊，错解真圣，这个是为求，就是没有真正通达明了啊。这个圣旨就是佛讲的这个旨意啊，它的宗旨。那么对于佛讲的这个真理啊，都错解了，它的真实意啊错解。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意。现在是错解真圣，把这个如来的真实意啊错会解释错了。那么下面呢，他是举出啊，说且戒必可轻，如何登坛而受力？这是指我们去受过戒的戒，如果你既然是轻视这个戒，那你何必去受呢？利必可毁，那你何必剃发染衣呢？何必剃光头呢？这个就讲不通了。所以呢，轻戒前世自轻啊，毁利还成自轻视啊，这个毁谤啊，都是轻视自己，毁谤自己。所以忘情易习，自淡难闻。这个妄习啊，我们无始劫以来啊，这个妄念还情啊，染情啊，这个烦恼习气呢，那很容易，这个很习惯，很容易就学习这个妄情，但自道难闻，所以拔除超情，万中无一，九祥圣训能无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要拔除超情，一万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无疑就是一万个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不可能。这是弘赞律师啊，在补充注解莲池大师这个要略，那么特别给我们再详细的提出，说叫我们详细的多去了解这个圣人，就是佛菩萨佛的他这个教训。他这个戒定慧三学啊，这个顺序不能不遵从。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一段。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我们明天啊，再跟大家一起学习。